吴君因伫这社群网站提出这句，讲伊伫军中组第一期了后，啊来收到这小黄卡影印的影印本，啊伊是摕到这影印本要去外口组第二期的疫苗先，煞予人拒绝。啊，不过当地卫生局表示，啊是这军方的专案来注意疫苗，一开始是小黄卡无够，啊不过真紧都已经补开啊。啊后续这管区内底卫生所毛军人摕到这啊影印本去组，因有该补发小黄卡。因因小黄卡顶端有医师邓伊娜，也有住疫苗病院邓伊娜。有网友发文表示，军中敢是善家连小黄卡拢会影印，安尼军人要安怎作战？今仔日要去做第二期，也袂当做，互相杀来杀去，用嘴什么人处理？民众听到大部分感觉真奇怪，因为健保卡的助记，无可能可能袂当做。拿影印本有差吗？对，没有差，因为健保卡里面都有资料啊，只要医院他插一下健保卡，你的资料都会跳出来，就会告诉你上一季是什么时候打的。健保卡插下去，里面资料都有。用健保卡的话，应该也是可以吧，但是有小黄卡会比较好。所以你觉得不太可能不能打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部分的人表示，有去卫生所问过啊，同款袂当住，到底是问题出在倒位咧？卫生所撒号住在一级的国军病院，国军病院撒讲部队负责，部队阁撒回国军病院。用黄卡影印版来作为第二剂的接种疫苗，啊，我们的卫生所通常不会拒绝，会经由那个全国预防接种系统查询，然后确认。针对军人别康家己提影印的黄卡要做第二剂疫苗被拒绝，卫生局表示初步了解是军方专案做疫苗，一开始确实有小黄卡无够进行，不过真紧补齐，后续由军人提影印的黄卡到卫生所做第二剂疫苗，做完卫生所也已经补发小黄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